战第三支箭呢？加！打了这一箭十分。阿乐的第一箭，哇！有啊，其实有啊。现在轮到安以乔的第一箭，哇！哇！真的不能犹豫啊！它射在红黄的交界处，所以蓝队是持续在领先的。是。哇！哇！阿乐 ，Let's go， 好看。我们的女生准度都很强哎，差之毫厘，失之千里啊！那个真的不到一公分呐，对真的，这是九分跟十分，安以乔的第二支箭，哇，偏高了，外机，哇，那个偏高了，六分，决战第三支箭呢？打了这一箭十分，命中恒星，漂亮！它的准度非常之猛，所以小爱说他希望可以自己先射，这个时候，对，我是喜欢，就是不要干扰，就是别人的结果。对啊，发到防守，紧张的话就会没有办法发挥他应有的状态。切到桌角，这是 lucky ball。哎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Yes， 对，我们现在9-6，这是幸运球哈，嗯。阿乐已经进入了赛末点了，已经拿到了十分。对，就是上台是。玩到。对。对。其实阿乐真的是蛮善用，就是打短的，然后让 Kimi 没有办法去接住。所以在这个女单的部分呢，红蓝两队的分数，阿乐是11-6取得了女单的胜利。另外一个是阿乐。阿乐。对他，我觉得今天一整天的这个三项的表现都非常的好，对，那个射箭的部分也是，桌球的部分也是，他在资料上写的最拿手的项目就是桌球，其实这么写是给自己压力而已。哎呦，对，但是他今天就是拿了两分，单打上跟双打上，是，对，而且是打第五点，真的是我以前最讨厌打到第五点，他可以就是。把这个压力跨过去，然后就是给大家一个胜利。对，好，好，对，我们他也会把这座 MVP 奖杯给谁呢？得奖的是，我要给阿乐。阿乐从早上看到小爱就问我说：“哇，你每天看到小爱，你心情都很好吧？”阿乐太爱小爱了，从以前就是你的粉，谢谢谢谢。我觉得 MVP 真的还好，或者是我的女神，女神颁给你特别不一样。对，就是我真的很开心，然后。我们的团队真的默契也越来越好，然后我们整个大家都感情很好，我真的觉得今天真是太好了，太美妙了。耶！从第一集就很紧张哎，我就是一个锅底，不是锅巴，是锅底哦。记得来的时候，直觉说阿乐拿一个 MVP 了吧？我说不要 ，MVP 压力太大了，我让福原爱看见我就好了。